里面是什么？ 吉他，哦，什么？什么啊？这个叫什么？我有点忘记，这个叫什么？破石者，23分才一人。哎，我这边看了6个呢。哎呦！ 坏了，我要捡东西了。啊！哦，好坏！居然有这个的吉他。啊，还是你说留言？留言的话是一个没错。 好强哦！我是不是应该要先把它绑起来？金塔解决掉了，接下来胜利。哎，要找到掩体了。 来吧，我等你。没有跟过来，好像没有基塔，他们的发现能力会下降。 高，你总上不来了吧？哦，不是这样啊！不可以成功，跑！ 绕跑！先回去萤火。躲！啊，出来了，萤火。 有要打吗？打什么？你说打他吗？打一下啊！这么强的不打吗？嗯，短暂宕机。Oh, spotted. 我要找刚刚那个。 好地点，千鸟，你知道有人玩黑暗灵魂，发现誓约弄错，整个删掉重玩之后，跑同一个地方，誓约又弄错吗？你吗？你是被我感染了吗？岩梯，那个石头。在哪？在哪？啊！这边不是安全屋。 什么啊？他虽然怕冰，我看应该是没有办法把它冰起来。 在的时候，是因为没有条件是不能成立的。所以我这个箭根本没有办法发射啊！机会冰起来，就冰！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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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了？ An X spear sticking out of that thing's back. I'm not the first to try to take you down, am I? 好难打啊！怕玩家傻弱智。第一次遇到大蛇的时候，不跟他说话，要打到小龙的，才可以跟另外一条大蛇说话，才能解到某个誓约。结果两次都不小心跟他说话。哈哈，那你是不是要三档再来一次了？上绳绑不起来了，它好难绑哦。难道火焰线圈、近身之物，好像没有掉特别好的东西耶。 这么难打，还没有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。我把它杀掉，就可以在附近看看了。说不定这附近藏有什么好东西。哇，这边怎么红红的？这里的雪颜色超怪。蓝色冰块，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哎。现在这纯粹就是一个挑战吗？ 小失望，没有给我什么好东西，给一个神奇的武器也好啊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。 分享出去，订阅七老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